驾车咯，起身咯，我起来哦 ，Let's go 咯，吃早餐咯。年又到了，好小不了啊！我带你一直游安顺。我的管子。好多家人。我跟家人呐、啊，是，说来了不要来好了。走。可是你有吃过刚才的面吗？有啊，很早。吃的怎样？辣椒不够辣。辣椒打完净，味道比较淡一点。鱼丸怎样？好吃。它的面呢？面咯。I smell food. I smell food. I want sleep. What? What just happened?很臭，真的臭。做到这样哦，我的全部虾饼。OK， 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来吃澳博的店啊，这外的，这店。我哩我哩。快点，你那个 line 我要接。寂寞奶奶。哇。好吃吗？植物的味道，还不错。哦，可以哦。买什么？金堆是什么？我们出发了哈！等车人到了都不要下来，在车上睡觉。哎呦！我们来阿妈的厨，有没有阿妈的感觉？有一个香香的味道。才是什么味道？不知道，炸锅上。等下播阿伯。哇，这样子呢你？你管那？它有两种，一个是炭烧，一个我不懂什么烧。哦，炭烧啊，炭烧多少？35。那么的呢？那么的25。又多一个阿妈家哦。终于可以做了，哇！
哇，你看他真累，打哈欠哦，开始包东西。要吃八道 L 啊。加冰加辣椒酱，一口一口，很好吃。好奇怪呀！出来了。我可以要一点阿尼买一个。这是冰粥，这是馒头，这是冬阴，这个泡馍。好吃吗？哦，下雨喽，拜拜，回家了。